如何在内鬼模式中百分百找到内鬼，你知道吗？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全新版的内鬼模式也是在游戏中上线了。由于选内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有很大的概率都会是特种兵。那么本期视频，雪龙就教给大家一个可以百分百找到内鬼的方法，绝对非常的实用。首先建议大家点赞、保存、收藏。我们教程开始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大厅的左边有一个房间，里面是有一个内鬼通道的，所以大家跟随我的脚步，直接来到这个有内鬼通道的房间里面，随后继续跟随我的脚步跳到这上面。在这上面，我们只盯着面前的内鬼通道，看看谁从通道里面出来，谁就百分百是内鬼。就比如这波通道里面直接出来了一个四号，那么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直接发起紧急会议，在会议上直接跟所有人说这把投四号，如果投错了的话，下把直接投我。记住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超级肯定的说，能票掉一个内鬼是一个内鬼。总之这一招非常的好用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去尝试一下。视频的最后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哦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